一代女侠于素秋，美国安详离世，叱咤五六十年代电影圈，主演超过400部作品。著名刀马旦的武侠女星于素秋女士，在美国时间5月12日因为肺炎安详离世，享年89岁。于素秋原名于小媛，是七小福恩师于占元的女儿，亦都是七小福的大师姐。于素秋最为人津津乐道的，除了是她身手了得之外，由于祖籍上海的于素秋广东话不纯正，所以她演出的时候会有专人为她在现场即时配音，边拍边演，成为电影圈的一时佳话。以下就让我们再次欣赏一代女侠于素秋的精彩演出。没错，但是我不在这里塞死他的。为什么他师又会走了来这里呢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你用什么杀死他的？手枪。又是手枪？那你记不记得杀死他的时候大约是几多点钟啊？大概12点钟啊。12点钟？请你出去先。我原本是外省人，我和阿爹是靠卖武为生的。有一天我们是大笪地开档的时候，他冲紧凉就出来了。哦，你是他表姐啊？咩话？有紧要事？我是黄鹌。喂喂喂，哎呀，他一定空当吉笑。刚才他是咩讲啊？冇啊，他一面说有紧要事，话关于生命危险的，咁你就出嚟听啦。喂，唔得，佢一定系出咗事噶啦。黄鹌姐姐，不如我哋同埋一齐去公寓睇下佢啦。佢都唔知喺度搞咩鬼，真系担心死我啦。喂，你两个嘈咩啊？哎，咩？佢表姐喺公寓发生咗事。向啊，同埋一齐去睇下佢啦。好啊。